我觉得真正的，我觉得电影总有一天会发展成什么样呢？就是你戴着 VR 眼镜，你可以在那个电影中随便行走。我觉得那是最终的电影的发展的一个趋势。我个人觉得啊，每一幕你都可以身在其中，啊，你一抬头啊，这个绿巨人在你面前，一抬头啊，这个钢铁侠飞起来了。我觉得那个是未来，可能是需要多少年我不知道，我觉得那应该是未来的趋势。嗯。